把钱爷急着坏了，拿出来看看。啊，妹妹，你要是饿了，带嫂嫂去给你做饭。我不饿，嫂子，我去给你做饭去吧。看你累得满头大汗。哎，妹妹。说呢，梦香，我是个快要出嫁的人了，好吃的，好喝的，好穿的，好戴的，好好的叫我享受享受。那我那嫁妆还不该你给我做好？哎，对了，我得想个法子啊，今天好好的治治他。俺妈呀，是最恨破米撒面了。哎，俺有主意了。什么事？大惊小怪的。咦，那从鸡窝里到院里，那到处都是米，这鸡是咋喂的？是吗？在哪嘞？快来，我看看去。你看看，你看看。咦，这是哪个败家子干的？快气死我了！这也不是你，也不是我，那能还有谁呀？这呀，一定是你嫂子个贱人干的。这不早不晚的，你给我喂的杀鸡，这是诚心糟蹋我的米啊！你真气死我了！你，咦，妈呀，这气人的事啊，还多着呢。闺女，哎，你是娘的心肝宝贝，这里又没外人，你快跟娘说说啊。妈，嗯，那俺说了，那你可别生气啊。不气不气，说吧。妈呀！
还真成了我的婆母娘了。娘儿，她还穿的啥呀？马呀。嗯。也是他说的吗？牧羊王，我就是牧羊王。妈呀，那他不但说你，他还说俺驴。咦，还说我的宝贝闺女啊。娘啊，他说你的啥呀？妈呀，快说。他说俺不是好娘娘。我非找这个小贱人算算这个细账不中。哎妈，你可不敢去呀。咋？我看他到底有多大的刚腔。孩子，快将那个贱人给我叫出来。啊，嫂子，在马叫你哩。来了。睡到床上睡死了吧。啊，想必是婆母口渴，带儿媳为你打茶去。站住，我问你，你为啥拿我这好米好面喂鸡？你又偷吃我的鸡肉，你就不怕你那嘴上长钉疮？啊，婆母，儿媳未曾。你还骂我牧羊王，我这牧羊王三个字也是你叫的吗？啊，你妹妹眼看要出嫁，我叫你给那妹妹修的幔帐，这几天你修好了没有啊？你这个守家无教的东西。儿媳日后改过就是。妈，那你说这些有啥用呢？那以后还不是他小两口当家，你就去当一个耳聋眼花的老妈子算了。好啊，贱人，今天非叫你见识见识马王爷三只眼不中。你为我骂我当面笑，嘴甜心苦向上挡，挑拨我儿不行孝，把我娘俩下眼瞧。你泼米泼面少家教。
好好好，我把棉花棒通宵，里面有你给多少我用多少，再不让我的破烂接我妹妹回家探望，她不能回去。伯母，江母有病，你看。哎呀，大侄啊！这是俺嫂子的娘家人，要是不让她回去，显得咱们不懂道理，还是叫嫂子把活带回去做吧。咱把担的、面的、该洗的、该酱的都叫她拿回去，她看做不完呢，就不回去了。那她一定要走啊，就叫她把我的嫁妆全部做好，咱娘俩不是两头沾光啦。中中中中，我听闺女的，听闺女的。大侄子啊，俺有几件小活叫他带回去做，你看行不行啊？哎，伯母，有事只管吩咐。嗯，妮儿，把你嫂子给叫出来。嫂子，咱妈叫你哩。
媳妇啦，你妈病了，你哥哥来叫你回去住两天。你看咱家人少事多，有几个小伙啦，叫你带回去做，你看咋样了？伯母尽管吩咐。哎呀，我的好媳妇，桂姐。妈，把包袱打来。是。哎呀，我的好媳妇啦！手也不长，还要帮我把鞋做，鞋料子还要你娘家帮。嫂子，嫂子别忙叫我等，俺还要唠唠你的绣花工，因为小妹把鞋绣。北母，还有啥活都拿来吧，反正我跟着打车来。嗯，不用了，还是快走吧。啊，伯母，儿媳几天回来？今天回去，明天回来。啊，伯母，今天回去，明天回来，这么多的活，我可怎么做完呢？做不完就别走。妈呀，我给俺嫂子讲个情，叫她三天回来，把活做完不就行了？哎，好好好好，三天就三天，再说好得给活活做好。
看这个小贱人，听说他娘病了，急手忙脚的就回去了。我看这些活了，他怎样做成？哎，你俩，那个贱人走了，就剩下咱娘俩了。走，哎，咱包饺子吃去。妈呀，俺不会包饺子呀。你不会，妈会。走吧。妈，那包了饺子叫不叫俺哥吃啊？哎，妈养的儿女，妈心疼。妈包的饺子啊，叫恁俩都吃，都吃。这些日子多亏我那贤惠的儿媳伺候，儿子去接女儿，为何到现在还不见回来呀？Bye-bye.
可好啊？你这一回来，我的病就好多了。啊，儿啊，你在婆家可称心？啊，女儿在婆家处处称心。儿啊，你为何这样消瘦？我，啊，母亲是你眼花了。女儿我，这不和往常一样吗？儿啊，你在婆家到底怎样？你说，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你气死我了！儿啊，你妹妹在她婆家是否受气了？谁知道她受气不受气？反正我一进门就见我妹妹回来。大哥，儿啊，你快讲啊！反正我一进门就见妹妹跪在地上，被母阎王他娘俩在那块儿。侄女她在婆家终日受气啊！我说母阎王啊，母阎王，你竟敢骑到我侄女头上，怪不得你们一家围着哭，这哭有屁用？我去找他们算账去！伯母，伯母，你不能去，我没有受气，你不能去呀！你真气死我了！
他的人是痛苦难熬，我要成为死鬼魂呐！做事是不对，你这样去像猛张飞似的，到那儿非打起来不中。再说那桂姐还是你的儿媳妇嘞。哼，我可不管她亲家不亲家，我就不信她能翻了天。她娶了我侄女，我就和他们拼了。姑母，你不能去。我一定要去，我去扒她的皮，扇她的脸，我叫她再也不敢欺负我的侄女儿。姑母，姑妈，你去评理给孩儿家罪。儿回去定会打的血肉横飞。双膝跪，哎呀，跪呀，快起来，站起来！劝姑妈莫急走，把儿连垂呀。你不能去，俺侄女在婆家受气，你们不管吧，还不让我去，照这样下去，啥时候才是个完？张芳，你是个男子汉，就这样看着，叫他们欺负咱们吗？啊，姑妈，不是侄儿。就是跟着爷我喊人。哼，我就不信给他个厉害看看，看他还跟不跟了。我看还是先忍一忍吧，等他小姑子出轨之后就没事了。嫂子，我就是看不惯这种事儿，我去找他们吧，你们不让去，不找他吧，你娘的病又好不了，恁说咋办啊？姑母，只要把我带回来的活做好就没事了。可这么多的活，我该咋做呀？别哭，别哭，别哭，别哭！张芳，把包袱打开，叫我看看，到底都是些啥活？姑妈，六斤棉花纺成线，两件夹袄要做成。婆婆小姑的衣三套，不大不小正合适。要给婆婆把鞋做，小姑的鞋帮刚费工，绣蝴蝶，绣蜜蜂，绣知了是绣蜻蜓，嘴要张，眼有瞪，是飞的飞来，鸣的鸣。一斤好马搓成绳，他留给小姑放风筝。三天回去全做好，真不叫人把气生。好啊，这是人办的事
吗？他是欺负咱张家没人了，恁都别管了，这事儿啊交给我了。你三姨借上几个繁华车，留着棉花交给他的大冬月。他大冬月会繁华的十几个，保管不让人把难做。这就好了，张芳，今天你姑妈和你妹妹都回来了，咱就吃一顿团圆饭。好，请母亲上座。母亲上座，还是你姑妈上座？哦，姑妈，请，请，请，姑妈。不来家不乱，都怪妈妈叫不严。他嘴馋手笨身子懒，牛要打雷马要鞭。对这种媳妇啊，非打不中。媳妇儿，你回来了。儿媳回来了。嫂子啊，妹妹，这几日让你受累了。不累不累，咱家里活也不忙，那你咋不多住几天嘞？母亲病体好转，还是回来伺候婆婆要紧呐。见过伯母。啊，大侄子来了。哎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大侄子，你的妈病好了吧？家母病体好转。伯母，你可好啊？啊，好好。哎，桂姐，你嫂子刚回来，让她多歇一会儿，你给那大哥做饭去。啊，还是我去做饭啊。哎呀，大哥呀！大哥老远来一趟。
我知道一定能刀还不把火气上。我念可你家的事儿也挺忙，要是没有别的事儿，可回家吃饭能干上。哼，我才不稀罕吃你的饭呢，走了啊。嘿，大哥大哥，俺可是给你闹着玩的，俺这就给你做饭去啊。哎，等你娘死了来吃你的刀头饭吧。耶，你娘气死了，你娘气死了的。娘儿，你大哥走了？走了。快看看那个贱人给咱做的活咋样。好，咱看看。哎，做的还真不赖哩，这么多活两天可做好了。咦，那准是找别人做的，看看这粗针大麻线的，这线呢放的是一根粗一根细，这将来可咋织布啊。咦，这白白糟蹋我六斤好棉花呀。咦，你看看你看看做这线，这后头深是前头浅，后头圆前头扁，要是穿到你的脚上啊。好看吗？好看的劲儿，就像那癞蛤蟆晒卵，长着嘴瞪俩眼，那它能好看吗？咦，贱人，你给我出来，我这线你是咋给我做的？我这脚长得都恁难看。好木，咦妈呀，那你再看看这夹袄，又红又沉，要是穿到你的身上 啊好看吗？好看吗？这那就像四月十八赶庙会纸扎铺的陪葬小穿的衣服差不多。你个贱东西啊，你请是糟蹋人的哟。哎呀妈呀，你看这给我绣的鞋，这青钉吧不是青钉，缠也不是缠，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，这个叫俺咋穿呢？俺不要俺不要。哎，不哭不哭不哭，闺女，贱人，你请是找打的呀你？三千不打，上房子接娃。打，狠狠的打！不哦，原来是亲家母来了啊！哎，玉花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都是大人了，还趴到那地上，叫人家看见喽。亲家母。你来啦，坐坐。一会儿倒茶去。不喝。做饭去。不吃。我没闲工夫跟你啰嗦，我是来送信来了。啥事？我要娶媳妇。不是明年三月吗？我早就知道了。我该到明天就娶。明天就娶。啊，我的亲家母啊。你娶媳妇我嫁女，这是大事可不能急，还是定三个好日子啊，那能够今天送词明天去。三月的日子，日子好来嫁妆去。你不愿意，我愿意，如今如今咱家有人急。一不用杀猪看吉日，二不用娘家送东西，三不怕伴娘嫂都不吉利，四不怕闺女进门放你戏。谁敢不活谁去死，不死叫他脱层皮，到明天包是拜堂无事去，错了错了时辰我不依，你也敢哭。准备我迎娶，thank you。
起来了，黑娘们儿，你是生气了吧？俺家就是这杯酒。会遇上这里这妈，俺婆子走了吗？走了，走棚了，你不把棚弄到油锅里去？他来有啥事儿吗？要去你国门里呀。哎呀我的妈呀，不是明年三月吗？怎么这么急呀？他说了他家等了佣人。哎呀，不去不行吗？哎呀，闺女啊，你一定是人家的人啦，那妈我有啥法哩？哎呀妈，俺可是啥活也不会做呀。哎，跟着那嫂子慢慢学。咦，这一天都会学会？你学学点，少点，学点好点。哎呀，这上了脚才趁脚，都来不及了，都怪你平时不教。你不学？你不教？你不学？你不教？你不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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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这亲家母咱弄个寡妇来迎亲呐，真没见过。哎呦，乌鸦还嫌三把血黑，你听着，你当寡他守寡，你们两家都守寡，你别嫌他土，他别嫌你瞎。寡妇的闺女要出嫁，寡妇的儿子要成家，都说你女可性大，儿女双全谁娶她？新娘子快快上轿子，鼓手快快吹喇叭，那糊里糊涂上了轿，恁糊里糊涂娶到家，娶到家。做和面的你，那不说和面，到俺婆家咱吃饺子啊。哎呀，妮儿，到恁婆子家以后啊，你要和恁婆子好好的亲热亲热，还得学恁嫂子亲我啊。哎，到俺婆家后啊，我一定像和妈一样亲热。哎呀，再好的婆子也比不上亲娘啊，妮儿啦。妈，那你要是包了饺子，可得给俺留下呀，等俺回来再吃。壮壮。闺女留下留下，快快上轿吧妮儿。哎妈，记住还有鸡大腿呢。装鸡大腿我也给你留着。妈，我要到门口了。嫂子，妈给你道喜了。恭喜恭喜，我还没有找过死于心儿呢。不嫌弃有俺在了吗？那就多谢了。你的好，门前是热闹，粮食年年有，成家报名前交开一马鞍，新的鞍上坐，步步保平安，一拜千里。
说这个小东西，在他娘家不懂事，来到婆家也不懂事，他真是又蠢又愣，歪脖子瞪眼，睡得早，起得晚，哎，真是他娘的不要脸。今日三天他都得回门了，到现在还没有起床嘞。我要是不打他两下，他永远也不知道这媳妇是咋样的当份儿。对，媳妇，媳妇，妈呀，天亮了没有啊？日头都晒着屁股了，快起来吧。妈给你留的好吃的东西等着你了，快起来吧。哎问你，你临上轿的时候，你妈都没有嘱咐你几句吗？我妈，哎，对了，我妈说了，她呀叫我给你亲爷亲爷哩。我呀现在就给你亲爷亲爷。丈夫都去下地去了，咦，怎么才起来呀？啊，妈呀，那我在俺娘家时比这起的还晚哩。起来能晚，一天能干多少活呀？干活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要问婆婆为啥责打你，你去
给你算账。啊，是侄女婿来了，来，里边坐，里边坐。好。侄女婿，你来有事吗？我今天是来接俺妹子回去的。哎呦，侄女婿，俺家活忙，他不能回去。哎，这三千回门，这是老规矩，实在活忙，叫他带回去做，你看行不行？别害怕，和你家的一样多。哥哥，妹妹，你侄女婿，侄女婿，两斤棉花细线网，带着两套家衣裳，这是布料里和面啊，叫做夫妻合手正相当。你婆婆，你这么多活，几天回来？俺是在怕她骂我呀。你笑着问。钱回来。妈呀，你让俺几天回来呀？今天回去，明天回来。姑妈，我给俺妹妹讲个情，你就让她三天回来吧。他们郎家就这么一个好人。中，侄女婿，看到你的面上，三千，咱就三千。哎，做不好可不行。恁姊妹俩急着要走，我也不留恁吃饭了。走吧。
哎呀，你别啰嗦了，我还得替你背着。你呀，老郎家的人算是将你给丢尽了。你丢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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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丢人呢？我丢人。妹妹，快上驴吧。亲眼瞧，第二天来了一顶轿，里皮去亲不用上套，那寡妇声声催上轿，急忙中我扭了大腿，上了腰，上了腰，一上轿不得好几遭。我是谁？我找他算账去。妈，你就别去算账了，这账啊早就算清了。啊？这账是啥时候算的呀？妈呀！
气死我了。哎呀，请你们说是你才拔刀，这样的这样的是谁哪里强？他同命令你模样好，你打什么打着灯你走不着，女儿羞红莫流泪，为娘我体味我终于遭。啊，你千万可不能去啊！非去不中，我非去。见妹砸烂他的锅，我然后砸烂他的瓢，再手打中他的脸，我用脚踢坏他的腰。我叫他鸡犬不宁不乱叫，连狮子跳蚤我也不饶。妈，他婆母可是有名的母老虎，你千万可不能去啊！我就不怕他。说什么老虎不老虎，我怕要老虎嘴馋。你可是闯下大祸了啊！你别吓唬我了。妹妹，你在咱家可是咱妈的宝贝闺女，谁也不敢惹你，出了门还能和咱家一样。人家娶媳是干活的，哪能把你当姑奶奶养着？你就应该起早睡晚，勤俭持家，敬婆爱夫，是有大有小，这才是做媳妇之道。我看这么多活你怎么办？三天之后你怎么回去？以后这日子你咋过？像你嫂子这样还挨打的，你呀挨打的时候还在后头里。常言道惯子如杀子，你就好好想想吧。妈妈，
妹妹，别哭了，你带回来的货呀，嫂子帮你做了，别哭了啊。嫂子，咱妈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，她是有错不认错，到了俺婆家非惹事不中，这个叫我咋回俺婆家呀？妹妹，别哭，别哭，到时候嫂子送你回去。你真是个好嫂子。走吧，妹妹，走吧。俺妈做事掐真着，给我说个懒老婆，早晨晚起好吃喝，真是懒的没法说。今天干活回家转，她如果再不起床，我就往外拖，往外拖。妈，妈，老头，你回来了？回来了，俺老婆也。我狠狠打了她一顿。回他娘家去了。妈，你打他咋不活说呀？妈，咱俩一起打，那才带劲哩。不行，我也把他追回来，非打他一顿不中。哎，孩子，你可不能去啊！今天呢是他的会门日，你可不能去。没有回来再打。傻孩子，妈打他是为了叫他学好，好好的过日子。你要是打他呀，两口就生分了。妈，你都不怕生分，我怕啥生分呢？愣头，只要你媳妇知错改错，那为娘还打她干啥？那你说不打，这就不打。今天我打了你媳妇，她那母阎王妈一定会来找我的。咦，她要是来了，我揍上她丈母娘。哎，用不着你。哎，快下去吃饭去吧啊！去吧去吧去吧，去吧，好孩子。听见没？回来了。呀，怪不得刮了一阵妖风，原来是亲家母你来了。少屁话，说正经的。你说吧。俺那闺女刚过门三天，她有啥错？你把她打得鼻青脸肿的，你说，你说。你那闺女能说会道的，还用来问我？哎，俺那闺女就是聪明伶俐，能说会道，能说会道，能说会道。你那闺女过了门不干活，难道说叫当婆婆的伺候她不成？俺那闺女刚过门三天，她知道你那灶火没烧上，知道你那水缸搁哪里？我说亲家母啊，这谁不当新媳妇，谁不是刚刚过门就干活？你要是不来呀、啊，我还得去找你嘞，你这一来找我，我才知道我不该拿人打他。哎，知道了就好。哼，下次我把他吊起来狠狠地打。你去的太甚。哼，那就看你那闺女该不该了。俺那闺女没错，俺那侄女也没错，我是跟你学的。好啊，原来你是报仇啊你。不为报仇，我急着娶媳妇干啥？你也不打听打听，这方圆几十里我可不是那好惹的。这方圆几十里你也没打听打听，我也不是那省油的灯。你是母阎王，我是母老虎。今天我叫你这老虎见阎王，今天我叫你见阎老虎像阎王。你翻天，你撒野，你翻天，你撒野，你翻天，你撒野，你翻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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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给翻天了你！我给你个盗贼虫！你来吧你，你来吧！我跟你拼了你！哎呦！妈妈，你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！啥呀？我丢人现眼？我丢人现眼？我是为了谁呀、啊？我是为了谁、啊？妈呀！你活过把你女儿
半天，你们都是一个心眼了，我倒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。这个账我不谈了，我走。妈，弄到现在这事你不管了？那你本事大，我的本事小，管不了。妈，你看看，俺嫂子都来给我讲情来了，你平时对她那样，那你就给她赔个不是吧？啊，你嫂子给你讲情，她会给你讲情？你我的傻闺女啊，你给那嫂子害得好苦啊！妈，俺嫂子她不计前仇。那你就给他赔个情吧啊！哎呀，当婆婆的给媳妇赔情啊，多难为情啊！那你打人的时候就不难为情了？那，哎，我和你嫂子回家赔情中不中啊？不中。那你们都走了，这情结不下来，女儿我就没法过了。中，为了俺那宝贝闺女，我这张老脸不要了啊！媳妇儿，伯母有话请讲。哎呀，媳妇啦，过去呀、啊、都是婆婆的不对，你妹妹也不懂事啊。媳妇儿，哎，可是人你受苦了啊，你千万可别往心里搁，你呀、啊、跟那妹子讲个情吧啊。儿媳遵命。这一回吧，呀，好了好了，看到侄女的面上，这个情啊，姑妈我准了。我说亲家母，羞死我了！羞啥呀羞？打完了也骂完了，这亲家呀还是好亲家。从今以后啊，我再也不打俺那孝顺媳妇了。我要是再打她呀。叫你这母老虎一口给我吃了，这才是好亲家呀！哎，亲家母啊啊啊！哎啊啊！